当理医生啊，有什么觉得很开心、最开心的事情？让自己会有比较正能量。我发现吗？今天反而是台风，但是只要有庙会的时候，它会下雨。哦，真的，神明要出来玩都要晴天。Hello， 大家还记得我们配对过的化学家教老师恩琪吗？他除了当化学家教，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身份，就是神的侍女李生。今天呢，丘比特女孩 Live 就带大家来看一下恩琪平常李生工作的样子吧。Let's go！ 我现在呢在台南，等下恩琪呢要来当，我们来看一下平常工作的样子，我们很期待他现在在换衣服。主要都是迎接神明，还有嘞，就当这边，就等于说这边有香啊，对，对，就等一下来的时候，可能要就是侍，可能要侍奉这样。好，李大。那你当李生呢，有什么觉得很开心、最开心的事情？让自己会有比较正能量。你有发现吗？今天反而是台风，但是只要有庙会的时候，它会下雨。哦，真的，神明要出来玩都要晴天。今天32度，今天还不算热，还有38度。夏天也会做吗？对，冬都花了，我觉得冬天就差不多了。先一个，是是是是，这是先。现在哦，是是是是。哎，你好你好。你好吗？哦，弟弟。弟弟啊，你长得好像。很像，三八字。哎，感谢。他的是他的。哦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。想上厕所怎么办？这一件很难脱，对不对？他反不起。虾米？裸体上。裸体上厕所呢？你觉得恩琪最棒的地方在哪里？我觉得他蛮有义气的。哦，是一个义气的大姐个性。对对。好，加油加油。
来支持一下我们的那个台南虎妹的，现场很热闹，表演活动都很精彩。看看你的手，没有没有，我太多，就是这边有一个那个劳宫穴，什么意思？就会劳宫穴，那有老婆穴吗？它就是按的可以就是促进血液循环，然后就是会比较暖驱寒。我看得出来血液循环不好。没有，我怕你会冷。哦，按老公穴，老公穴，老公穴。像无意间在撩我，真的厉害厉害，难怪我有粉丝。因为我手一直伸出来很久了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哎，他展现。哦，你不会理，你不会。你循环很好。那你李森还有直播，还有2021年想要挑战什么新的事情吗？对啊，挑战。其实现在跟谁在一起啊？这可以啊，对啊，就是挑战新的挑战，叫封面人物在一起。对啊，多次封面人物，但是封面人物来那么丑，难得。谁？我不知道，大概知道，我大概知道是谁。你要挑战？对，挑战什么？就其实现在李森都是全方位的，那就是因为很多庙方也会都请我们去唱歌，然后我就自己出了一个单曲。哦呦，哎呦，就是想要就是唱给大家听，想听想听。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像一个谜。哎呀，这谜你想知道？是跟那个冲着我来，我们就是谜一样的男人。哦，我以为他是跟那个粉丝。但是我的 MV 有那个元素在，直播粉丝的元素在。哦哦，对。我们现在是要听这首歌吗？对，要让国光的抢先听。哇，谢谢谢谢，难怪是张立东推荐你，没有推荐错，干得好，来请。的天空清澈的，好像喜欢你。洗刷过的脸，爱唱像个舞台进行。你说爱呦爱呦，好不容易，情话说到底。爱呦爱呦，谁入谁的心？想起你，你像一个谜，想要好好爱你，让我都不操心。美好的风景，追屏住呼吸，怕丢下你，小心翼翼。不该想起你，你是一个谜，有时想要窥探，却发现深不见底。疯狂的神秘，会让人摇摆不定，那是因为世界。全是你，谢谢，谢谢。太棒，他可以在歌唱之中给你软钉子，对，而且不笑场，很厉害。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。喜欢哪一种男人？我喜欢，我虽然蛮喜欢康哥这种，但我觉得张立东很适合做姐妹。好冷卡，太好冷卡。他直接把你掰弯了呀！哇哇哇！我第一次听到，哇，好硬哦！这是谁给你的台词？我自己自己想的，有创意，这个厉害，有创意，这个厉害，姐妹，不拒绝你，把你掰弯。